芒果 TV 的粉丝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朱总，我是白宇。现在 ，now， 任何角度。啊。毛猴。你瞎激动个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太帅了，真的很烦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发那个表情包，是吗？哪个表情包？哪个？就是你常发的那个。哪个？忘了。哪个？说出来。我不说。说出来，说出来。我不说。那我就不管了。蹦极吧。跳伞。差不多。你应该还挺多的吧？我没有。我是有点想不起来。对，我是没有，我没有做过什么没有节操的事情，最多就是给龙哥发发表情包什么的，是吧？那我觉得肯定两败俱伤，对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，你那个泰拳也是蛮厉害，我看过你那个视频哇，真的，哇，你看过我？我没有，但是我想象的出来。不，你那个泰拳真的是很厉害，一看就是专业，在泰国学了几十年的那种。螳螂拳你还有胡子，你还可以扎人。胡子还能扎人，确实。哎，不，我直播的时候。我直播的时候，我那会儿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只看了一眼的那个视频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。别，我要听你说。他们在诬陷我。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好像是练过那么一两天，对，但是一点都不厉害的样子。那肯定是他腿毛长。不，龙哥睫毛长，在我心中。你拔下一个。不，在我心中，你的睫毛长。你拔下一个。网友都说白宇主业是主播，副业才是演员。白宇自己是怎么看？我是个主播。对。那你对于这个主播这个职业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对我的职业充满了憧憬。对。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直播，来点我的房间号关注不迷路。那你对你未来当主播有什么好的一个规划吗？未来当主播好的规划就是希望能和龙哥来 PK， 希望龙哥也都能参与到我们的主播的这个事业当中，多直播。对对对，给我们广大网友多见你的机会。好，这题过。终于过了，这没那么多问题，全都是你自己问的。好，轮我问。你想对用你毛猴表情包的粉丝说啥？没事，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用。我也是其中一个，放心大胆的用。你不行。我接收到你的信号了，好。不是，因为你总给我发。下一个。性格是一直这么开朗吗？对。会因为什么情况而严肃或多愁善感？又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？严肃多愁善感的情况肯定也有，但是并不多。怎么调节呢？就是只能是就硬调节呗，因为你也是属于自我消化。对，肯定是自我消化，硬调节。因为我想就这个你必须要自己去调节，只能不能那个越来你不调节的话就越来越不好，那以后就一直是个恶性循环了。对，所以你要一直去调节。啊，龙哥这么长又密的眼睫毛是怎么保养的？小时候剪过吗？我没有保养过，但是小时候剪过。我妈说在月子里的时候给我剪过睫毛。然后朱老师终结话题的时候，白老师内心活动是怎样的？会做什么来拯救尴尬的气氛吗？朱老师那个终结对话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内心都是呵呵呵呵。没办法，为了不让他这么尴尬，只能再想一个别的方法来逗大家。对，来跟大家聊，硬聊生聊，把大家给再聊回来。对，没有办法，真的很累。网友说你是一切对话都是以终止谈话为标准，朱老师有什么想反驳的吗？我没有以终止对话为标准，我都是想参与，但是参与完之后好像就终止了。天生有一种就终止的这种感，对，是吧？终止感。对。然后给你一个机会跟中学时代自己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挺好的，继续吧。
我话痨的时候，朱老师心理活动是什么样？就给他一个礼貌的微笑。嗯，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围观？对，我也想问你，你每天到底花多长时间上微博啊？有你非常眼熟的粉丝 ID 吗？有很多，没有。有。我花的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多，我是，对，人家没有表情包就是微博上看到的呀，但是他们说我跟你上线的时间都差不多，咱俩都是每次上线上个七八分钟，然后就下，每次上线就上个七八分钟就下，对，如果我多的话，那你也算多的，那咱俩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请问你是先抠脚还是先吃手的？这个我帮他回答，他都是先抠完脚之后再吃手的。这个我帮你回答好。我知道，我都是抠完脚之后，然后先在你身上先蹭一蹭，然后再吃手。反正也行，反正你最后，反正你的顺序还是先抠脚再吃手，对吧？真的是。请朱老师现场展示变脸绝技，哎，分别演绎邪魅一笑，哎，邪魅一笑，确实邪魅，你这个邪魅一笑，来冷笑，冷笑。是不是突然？哎，就你这两个怎么没有分别？这完全是一样的，很细微的。确实害羞的笑啊，确实这三个笑完全没有区别。还最后一个傻笑，哼，这还有办法采访吗，兄弟？请问白老师现场展示一个螳螂拳。那这样吧，咱俩对打一下，你展示一下你的泰拳。他没问我，他就说不，那我有个要求，你要让我展示，咱俩就对打来。螳螂拳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是这样，螳螂拳就是这样。你赢了。来呀，快活呀。你很享受是吧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我就说，好，来吧，来吧。跟我 PK， 我看你是不是要命了。那他没有 PK， 他这个都不厉害。你可以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比较厉害，我下去也行。这个比较厉害，还有胡子，就是没有说是没有一张很帅的表情让我觉得。这个很帅吗？你螳螂拳，确实。好，就这个吧。你不用画，我给你画什么都行。好呀。好。你要画好，我就画。画啥？没关系，不重要，我先画两幅。我可以称呼你为您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把你放在心上。
也想抱歉一下，对吧？对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因为从上海到长春，大家很热情，我们都特别高兴，但是确实容易出现安全上的问题。所以人太多了，而且大家都光顾拍照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这样反着走，特别容易摔倒啊，互相踩到啊什么的，就特别怕出安全问题。回来我们也特别说想跟大家打招呼啊，去跟大家见个面什么的，但是真的是怕出安全性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稍微就隐蔽的走位了一下。